朋友们，你看我妈做很漂亮、很优雅的圣诞节午饭，你看很传统、很优雅。但是郭哥，哎呦，来点老干妈！对啊，不不，像是在北京吃饭，老干妈。哎呦，老干妈 ，It's not for Christmas， 像在北京的饭店里面。But it's Christmas tree， so he can have it.、Yeah.